在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来自台中的。
大力火球。
Yeah.
Oh, yeah.
谢谢委员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唱的。妈妈，各位不会唱的，真的那个孩子没谱唱，因为今天的唱是我的专业啊。只要你们会的，都可以跟着孩子们一起唱的，也是给他们最大鼓励。现在我们的冰岛国中带给我们不忘树，树啊就是小米，其实原住民现在呢是16个族群哦，去年还是14个族群，在今年的6月16号多两个族群。一个甘纳甘鲁跟拉鲁瓦，现在有16个族群。其实过去原住民每一个族群，小米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，不是食物哦，是祭祀之民祖先哦，在祭祀很重要很重要的贡品。但是碍于啊，碍于呢，1907年日本来到台湾以后，1896年日本接收台湾以后，在1907年的时候开始推动水稻耕作。过去原住民没有种水稻的，所以很多孩子们刚在后台在聊天的时候，他们也不知道说哦，现在都吃饭，吃白米饭。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是吃白米饭哦。原来他们学习了这一幅剧以后，老师告诉他们说，我们的祖先以前是没有白米饭可以吃的，只有旱稻跟小米哦。也在1907年的时候，才开始呢，在日本的推动之下，才有水稻种植。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演出呢，也让孩子们不仅了解了自己的文化，也自己知道了祖先很重要的技能的文化。哎，我们的资本国小都 OK 哦。哎呀，我报名两次哦，报名两次也好一点哦。哦，哎，谢谢，哎，马上有掌声来，同学们，感谢一下，感谢一下。啊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全国总冠军。哎，不是我们总集军哦，是小学组的资本国小。资本国小其实也是非常厉害的哦。他们的故事叙述的是非永福的故事，我不说了，刚刚你看过了，请各位给予资本国小再一次热情的掌声，谢谢。祖先的叮咛。Thank you.
呀。